他比较好好吃。嗯，纯猪就是有那种感觉可以用舌头舔到。神君多李正浩初吻有交劲，黄信赫热吻徐硕庭比小赖好亲。台湾 BL 剧 About You 日前开播，四位主演都是演艺圈新人，徐硕庭就在剧中献出首次女装。我阿姨啊，然后我阿嬷看了很多次，然后我其实一直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到那么有阴柔的气质，然后直到定妆完之后，我就看着那个镜子的样子，我想，哇，是我妈的感觉，然后是我阿姨的感觉，我要看到我阿公的感觉，然后、就是、阿公，怎么会阿公？对啊，就是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突然就变了一个人，真的很漂亮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她穿女装很漂亮，第一印象的时候，看好来开心。没有，我刚这一件事没有，反正腿长，又白又嫩，然后，嘴唇又软，看起来很可口。最后尺度在哪？尺度吗？尺度，我们是属于比较清纯类型，清水类型的。没有，没有前戏，那不叫压在沙发上生物，算是一个，没有被拍出来，没有被拍，嗯，的意思就是有，没有，那意思是没有，对吧？第一次亲男生吗？我第二次，你先，第一次是小赖，哦，对，他比较好奇，嗯，可是是因为。他是现任的啊 ，yes， 小赖，我当然不能说前任比较好听，不然他会生气。他听起来什么感觉？他嘴唇很软，然后唇珠就是有那种感觉，可以用舌头舔到。但是他唇珠也太细节了吧？唇珠是什么？对，哦，就很哇哦。刚刚这边吃，我在细细品味部位上的信息。神君则是真的多奏李正浩的人生初吻跟荧幕初吻。这人生初吻就献给工作。献给他，献给了八月。我记得我要亲的第一次的时候，导演就说：“我们一直在情人节见证正浩的初吻，一幕初吻这样。”对，被神君夺走这样子。这边就是，就是像比较细的。有点软，但是又有点嚼劲。你比我还要了解。嚼劲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会这样，然后就是就是 QQ， 可是又有点脆脆。放零食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他的喘息声，就是你知道亲到一定的程度，会有那种就是那种然后那时候亲一亲，他有个怎么有那个声音，然后还张眼偷看一下，然后继续亲这样子。亲到后面，其实嘴唇有点辣辣的。可能一直呼吸，这形容词会太不会，我觉得非常的合理。